树木，什么？我有九个姐姐，还有一个哥哥。是的，只不过是同父异母罢了。你父亲的第一个妻子，生下了九个女儿，却没有儿子。你父亲便又纳了一妾，生下了你的兄长。 叫做孟皮，因为孟皮的腿有残疾，你父亲认为这样的儿子有失体面，于是又娶了你的母亲。在你三岁的时候，你父亲不幸去世。在他临终之时，嘱托你的母亲说：“当你19岁，成人加官时，赐字为。” 仲尼，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你母亲的表兄，所以我知道。为什么我们一家人没有住在一起呢？难道你母亲没有告诉你，我离开那个家的真正原因？没有，我母亲只说，你们既然离开了那个家，就再不是孔家的人了。父亲的那把剑。 应该归我。你母亲怎么能这样说？皮儿，你从小就老实听话，可是这件事，你不应该相信你母亲的。以后你会弄清楚，我为什么要离开那个家。 这把剑我不能给你，这是你的父亲留给你秋弟的。这把剑足以向人们证明，你也是舒良和的儿子，也应该继承他的家业。可是你母亲不愿意为了那点家业与他们纠缠争执，于是带你来到曲阜。孔秋，你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、刚强的人。 为了使你早日成人，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苦。你可以看到，他才30几岁的人，已经劳累成什么样子了。我已经成人了，可国人还是看不起我，因为。 因为我的腿。
如果我能配上父亲的铜剑，仰仗着父亲的圣名，国人才会承认我是个世人。为此，母亲又催我来要父亲的剑。母亲说了，如果再要不回父亲的剑，就不许我回家。树木，我求求你多谢叔母，我常来看你。母亲，母亲，秋儿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端饭去。不用。我自己去吧。父亲的剑呢？母亲，有人来过？是你的兄长。你要干什么去？既然他能找上门来，我也能找上门去。你给我回来！过来，你真的要去？是的，我要去，因为只有那把剑才可以证明我是舒良和的儿子，而且我还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，那个家是我的，所有家业都是我的。
你的父亲去世，今后要永远凭自己的能力做人。我发誓终生按照母亲的教诲去做，今后我再也不惹母亲生气了。母亲。